刚才右上腿啊，比较偏地的位置，右上腿偏地的位置啊，痛在后侧啊，右上腿后侧偏外一点啊，那个地方有个痛点啊，背阴经干了啊，背阴经干，也是在颌腱上那边啊，颌腱上那边打的背阴经干啊，在背点再提那个整个。核电厂一块的这个整块把它取出来的这个，变形金刚也在帮忙啊，就像起重机帮它吊着这个，它边上扶着点啊，把它帮忙，然后它一抬就把整体就搬掉了啊，整体就搬掉了，后面那块地方就成了一个大坑了啊，一下雨就是一个湖泊了啊，就这么一回事，是这么一个状况啊，这个病人啊。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